2013新导演崛起之徐峥，电影作品《泰囧》票房成绩12.6亿。2013年2月以前，徐峥这个名字只会出现在一部影视剧当中的演员表中，《春光灿烂猪八戒》中的朱逢春，《疯狂的石头》里的冯董，《爱情呼叫转移》中的徐朗。演员徐峥也许会成为你追一部电视剧亦或是走进电影院观影的一个重要理由。好像是给一个屁熏的啊，我这么大的年纪还头一次听说这屁能把人熏成这样。2013年1月27号，一部名叫《泰囧》的电影给华语影坛带来了极大的震荡。这部电影最终票房定格12.6亿，打败同档期的《王的盛宴》以及《1942》等老牌导演执导影片，荣登中国影史上的国产片票房冠军。影片观影人次累计超过3800万人次，达到近十年来国内商业影片最多观影人次。这些可以称之为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导演徐峥。2012，中国电影发展推动力人物，泰囧编剧、导演兼主演徐峥。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中国最佳新锐导演奖，徐峥。好，恭喜徐峥。正是从电影《泰囧》开机那天开始，导演便成为徐峥全新的头衔。很多人认为做导演只是徐峥突发奇想的决定，而实际上做这个决定徐峥深思熟虑了3年。早在2010年，作为演员拍摄叶伟民执导的电影《人在囧途》的时候，做导演这个想法便已经开始在徐峥的心里悄悄萌芽了。大概一共只拍了25天都不到，然后拍完了以后呢，我也进了剪辑房帮着去剪了一次，而且在宣传上面几乎是做的，几乎是没有怎么宣传吧。结果最终的票房呢是4000万，那这个其实还是挺出乎意料。徐峥发现电影《人在囧途》的票房在同年上映的众多影片中并不突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却始终不断被人提及，这样的现象让他感到有些意外。而另一方面，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以及后续的宣传中，影片的一些遗憾之处，细心的徐峥也同样看在眼里。之前《人在囧途》拍完了以后，其实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意。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呢，这个表达我自己感觉还没有尽兴。其实作为一部公路电影，《人在囧途》所设置的剧情已经足够丰富。在几百里的路上，主演徐峥和王宝强乘坐了飞机、火车、汽车，并且几乎把所有的倒霉事儿都经历了一个遍，而徐峥对此却依然不满足。左等右盼，导演叶伟民怎么都没有拍摄影片续集的意图。因为我自己演，我仍然是想就是最好找一个导演来拍，那样呢就是说从一开始如果做剧本的时候大家一起参与，就是投入一点贡献自己的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也找不到一个导演就是完全说按照我的那个想法来。此时徐峥早已按耐不住表现自己创作的欲望，自己做导演来筹拍续作的想法在此时开始被付诸实际。他很快就找来了之前的两位好朋友黄渤和王宝强助阵，而一次原本轻松的国外旅游经历意外成为了徐峥第一部导演作品的灵感来源。有一次到泰国旅游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灵感，我觉得泰国呢就是其实他现在的生活的节奏都比较慢啊，然后我在想如果在泰国有一个囧途的话也许会更囧。不得不说，第一次做导演就把拍摄地选在国外是一次勇敢而又冒险的举动，因为在观众眼中那种新鲜的异域风情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无法逾越的陌生感。而对于整个剧组来说，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拍摄，有时连最基本的交流问题都会成为障碍。可是这一切在手执导筒的徐峥眼中竟然都不是问题。事实上我觉得在泰国拍戏反而是有一些便利。这些便利就是说泰国是这样的，如果你一旦跟他全部都说好了说定了，就是还是挺方便的，也不会出现那些就是非常蛮不讲理的这个状况。不难听出徐峥之所以会认为在国外拍戏会很顺利，完全是因为他提前所做的一切沟通与准备，这一点在徐峥与剧组工作人员的合作当中也有着很好的实践。那基本上我采用的方式就是说我到了现场就是拍戏，然后在每天去的路上我其实已经跟摄影基本上沟通好大的位置是什么样子了，所以在现场其实我主要是弄好了以后就是我自己上去演。
做了十几年的演员，在剧组里的摸爬滚打早已让他熟悉了所有的拍摄流程，也同时让他亲身感受过一些拍摄方面的不便利。因此第一次做导演的他，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把每一个细节都尽力安排到有条不紊。我交给演员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这个复仇心理，我把那个剧本打了这个字儿，就是说每一场的编号字体，然后给演员，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给王宝强一个剧本，王宝强所有的这个台词，我专门另外一种颜色给他标注出来，他阅读起来非常方便。当然，虽然已经尽力做到提前准备，把影片的拍摄进程安排好，但是在电影《泰囧》的拍摄过程中，徐峥依然问题颇多。首先，在导演之外，他依然肩负着主演的工作，在这两种身份当中不断的转换，就让他感到有点发愁。当然，有一点对我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我要在就是自表现和监控之间做一个就是说不断跳进跳出，有的时候要跳进去演，有的时候跳出来那个。就是这一点对于我来说还是蛮具有挑战性的，我仍然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失掉我的表演。除此之外，徐峥不可控制的还有一些外在的自然因素，随时而来的大雨，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洪水，都让剧组不得不随时停工。而在这样时而顺利时而狼狈的拍摄过程中，泰囧的前期拍摄工作终于得以完成。不过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完成拍摄还并不代表工作的结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这个领域。以前做演员，演完以后就是拍拍屁股走人了，现在觉得自己那个很无助，必须关在小黑屋里去交作业那种感觉。当你把你的想法所有的每一个细节开始一步一步展现到你的电影里面去，就是说当这些因素就是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一种就是另外的一种成就感和愉悦。与其他导演不同的是，徐峥虽然把影片的宣传工作也交给了宣传团队，但是从始至终都沉浸在这部电影中的徐峥也没有缺席影片的后续宣传工作。我们的电影叫做《泰囧》啊，《泰囧》是一部喜剧片。我们的口号是：与其在家坐着等死，不如到电影院里面看《泰囧》笑死。谢谢。不可否认的是，一份努力就会换来一份收获。徐峥这第一次的导演经历足以算作是成功的。不过，首次执导就创造了近13亿的票房奇迹，无疑让徐峥在无形中背负了更多的压力。目前已有徐峥将会执导新一部作品《港囧》的消息传出，也许《泰囧》的票房奇迹未必会继续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徐峥保持如此真诚的态度，无疑会继续为华语影坛奉献上乘之作。你看看人家，他活该，知不知道他会被打死的。我通过我现在的这个完成出来的这个电影，我也很清楚了看到了我自己的优势和我自己所不足的这个地方。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就一定会在这些方面可以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尝试，我会发扬我的优势，然后会改善我的这个弱点。